看一局下半，王维忠准备上来热身了。目前是总共是4胜4败哦，防御是稍微的提升了一点点。很好的变速球，这一球哇，其实投的还不差，几乎是捕手要的位置哦。也像我跑者，棒子横了起来，这个位置有没有机会传向二垒？结果没有传，这个内角会有一些帮助。这一球右外野方向落地了，是一支安打，看罗成范的镭射尖没有传，几乎是没有失头，真的是打得好。第四棒左外野方向的高飞球，这个球没有问题了。游击方向滚地球，这球没有问题了，跑给二垒手三出局，也结束了这一局的进攻。这是两号球之后，这一个球内角球回棒落空，但是马上看手机说被拍到了，被打者都缠到两好三坏。这一球外角球来了一个变化球，三振的吴载元。哇，这一棒左外方向的高飞球打得蛮扎实的，左外手退退退，哇，上去了，又是一支全垒打。最近王维忠面对右打者，好像被打长打比较多一点点，蛮可惜的。突然塞了一个内角球，结果像刚小宝讲，内角球真的要多利用，但是你的角度要再内角一点点比较安全。这个二方滚地球，垒手接到之后传向一垒，哦，打者其实跑得还蛮快的，三根出局也结束了这一局进攻，分球真的非常的好。这一球打高了，有机会将它处理掉。哦，最后还是有接到吗？然后画面没有带到，看到一垒手相当靠近墙边哦，把它给接杀出局，敢塞哦。这球打得不理想，要考验默契了，就选择自己 take， 两个人出局。也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选手可以过去试看看。三垒方向的滚地球要考验三垒手传向一垒，三根出局也结束了这一局的进攻，得到不错的效果，我们再利用一下。这一球果然来了，吼吼！那他其实也只有一颗出手球，只是说好像有点那个比例，内角球比例好像有点太少了一点。右外方向的高飞球，这球也投得漂亮。这一球带到了一垒方向，交球之后自裁也包没有问题，三人出局也结束了这一局的比赛。目前 NC 0-2落后。就有两次不利的那一场比赛，那当然打者就会比较，投手就会比较不安心的感觉了。哦，这一球幸好是已经出局后才掉出来了，一个人出局。今天就有做一些改变。这一球，哇好！真的，韩国真的不缺重炮手，这种四五十轰的每年都有啊。这个时候就面对左打者再飙了一 K， 王维忠投了精彩的一局，目前2-0落后给对手，跟前面的两成都是比较不一样的。这一球打高了，罗成范已经就定位了，一个人出局。哇，这球打得扎实，左外方向的高飞球，两个追了过去，球落地了，是一支长打。他就应该已经上到了二垒。其实福建优势特别对于那支打得很好的选手。哇，这球有机会双杀，再传二垒 ，double play。很多应该是来到了新的环境。哇，这球右外方向的高飞球。哇，这球左外方向要看左外野手了，就定位接杀出局，再次解决了梁毅志。三冠，这一球偏低选掉了，因为球棒是圆的，他应该不太知道到底转到哪一面。我不重要，左外方向的高飞球，这一球接杀出局，王维忠完成了7局投球，只掉了2分，